金城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相态，近日就抛出了一则自己准备搭私人飞机回家影片，机内的豪华内装也含金向粉丝们公开。直接影片中可以看到，夫妻俩准备出发飞往杭州，身边有一位女助理同行。等两人上飞机后，立马获得尊荣级的服务，车内有两位戴口罩的美女空姐，专门为夫妻俩一对一贴身服务。而且当空姐与向太讲话时，还特别蹲下聆听。同时从影片中还可以发现，机舱装潢十分奢华，座位相当宽敞舒适。有网友看得纷纷惊呼，真的好难想象外界租雇搭私人飞机往返的费用可能要花将近10万人民币，可以说是超级惊人。